食屎！曾蔭權晨早就知道我哋會上去搞佢，避咗去北京，但唔緊要，我哋會燒俾你。我哋帶住我哋嘅不滿，帶住我哋嘅訴求，而家重新禮拜四，燒俾你哋。仲有，頭先我見大家掟曬刀蟹上天，好感動。雖然嗰啲好多蟹，如果回收之後就送俾啲長者啊、有需要嘅人啊咁樣，咁但係我覺得曾蔭權佢都有需要。打完小欣之後嘅繼續都會。不如同我帶啲拖蟹上去掟入佢屋企嘛。好。同我帶部分啦，好嘛？好。我哋而家上去，集合！我哋而家出發，上嚟啦！好，希望再见到大家，多谢你，掌声你自己。嗱，虽然我哋遮打花园嘅活动完咗啦，但系香港人网咧继续系本住香港人网嘅精神嘅，一阵间上礼宾府咧，我哋都会现场直播嘅，作为一个传媒吓。五点21分嗰啲，咁啊呢个准备。上呢、這個，跟住遊行上去呢個禮賓府。你手握人民公帑，卻劫富濟貧。劫貧濟富。你手握人民公帑，卻劫貧濟富。上主嘅審判喺邊度？好，再嚟！你家權傾朝野，你為富不仁，上主嘅審判喺邊度？願上主打入去！小圈子愚弄民意，簡直係官商教勾結嘅策劃。上主嘅審判喺邊度？願上主打入去！你以財富為印，以權謀私，收辱主名，快盡香港清譽，而且毫無悔意。上主的審判究竟在哪裡？願上主打入去！你以財物為任，以權